这两个月才正式开始画的，就爱好，看人家觉得人家画得好好，然后我就自己试一试。丙烯手绘石头画的，无毒的，没有气味的，凭感觉去画的。我一天也要弄洗洗弄弄，带带小孩干嘛的，一天没多长时间画，就是一天几个小时吧。就小孩读幼儿园了嘛，就正式开始画的。